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那喜欢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 跟 FB。那这次大师要来抽乐啊！那我先拿到30卷，那我们是先抽个30抽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次抽到什么呢？烂死烂东西！好，再来。这个好，好，我们先抽30，抽50抽好了。都有了，好，再一次。后来发现他同一只角色有分蓝卡跟紫卡，哎，那我是不是要抽到紫卡再去练会比较好啊？就这个紫卡，哎呦，中一张。是新的吗？哇，满血葬神布鲁特斯，这次我记得也是可以练角色。好，耶，抽到一只，太棒了。OK， 我比较想要抽到那个耀光帝国的人。OK， 好，哇，这要2700哦。好，我们再抽两次十抽，好不好？确认，2700赚应该还好吧？烂东西！有了吧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这是我有了吗？这是小兵吧？哦，有，这只没有。这只好像不是必练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不是必练的。蜘蛛好像也不是必练哦。I weave a web of death。这只我有哦，这只我有。五位男爵我好像也有。这一只有。Life is short. Death. OK， 好，好，就是这样了。好，50抽，抽到兽王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那我们要抽哪一个？耀光帝国吧。确定，只要抽到一样就好了。The innocent shall not be harmed. 为什么是他？这不是我的清单里面想要的角色，哎，很衰哎，只抽到一个兽王是我想要，大家都叫他兽王吧。我的心愿清单是这些啊，这些大家都必练的吧，对不对？我都已经排好了。好了，抽到兽王还可以啦。我就想要先抽到这只，大家说这只必练。然后还有谁啊？这次我已经有了，女妖也有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啦。好，谢谢大家继续收看。50抽，只抽到一个兽王，还可以，还行，还尚可，以新手运营，还尚可。好了，那喜欢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 跟 FB。谢谢大家继续收看，拜拜。